好帅啊！好累哦，我真的觉得好累，我体力透支。喝水我就觉得很甜美，我也是透支，我好想睡午觉。我也想睡午觉。你昨天有睡好吗？没有，压力很大。你嘞？我是有睡好，但我今天早上没有排便。可能压力稍大，但跟大家介绍，其实飞机的真实身份是三宝吗？没有，你们说离婚三宝都是正确。我觉得好恐怖，要赚到五十岁。没有啊，我妈因为友情关系要帮朋友带小孩，然后小孩会待到开学，但他们五点就会回家，所以我不用跟他们睡觉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当然是男孩喽。哇，三个体大生，18、19、20岁。那也不错。只有3岁、5岁、7岁，太小了吧？很小，3岁还在包尿布。天哪！所以我妈要重回，就是好几年前帮我包尿布那个回忆。那她现在要叫你什么？你要怎么自我介绍？总不可能两个都姐姐吧？那不然就说飞机姐姐、雪瑞姐姐。还是不取个水果吗？让他们比较好吃。那你要叫什么姐姐？樱桃姐姐。你认真哦？我不知道，我昨天吃樱桃。我叫奇异果姐姐，Kiwi Kiwi 姐姐，你不要叫帕帕亚姐姐哦。好啊好啊，帕帕亚啦，帕帕亚比较好笑。哎呦，我现在在准备他们下午的活动，鞭子来，爱心小手，拖鞋鞭子，爱心小手。还有没有？让他们来吓吓他们。哎、欸，怎么跟以前颜色不一样？以前绿色的嘞，好怀念哦。才10块钱，好扯哦。我记得很香。哦，就这个味儿。哦，对，好香好香，有一种药局感。对，喜欢喜欢。预算不多呢，预算多少？我每个人只有200块。哦，我要买让他们开心的活动，哦、一人一个比赛，看他们最喜欢哪一个。那你目前花了多少钱？0元，我的应该不用什么钱。真的假的？你当垃圾做就好。我刚刚想到爱心小手，其实拿热熔胶条更便宜。你看到？我被你给打住哎、欸！我刚刚一直在找爱心小手，但我目前没看到。哎、欸，刮刮乐哎、欸。哦，对啊，本来想弄这个。这感觉很辛苦。这感觉可以给小资的玩哎、欸。小资，哎、欸，我有看到小资画的图哎、欸。可爱吗？蛮可爱，有点像阿拉莎。好可爱啊！大头娃娃。沙画。这我以前超级喜欢。以前我还住在芦洲的时候，我妈都会带我去一间公园，然后公园都会有阿伯摆很多沙画，好酷哦！一盆一盆沙，然后就是给她买，然后直接在公园里面这样玩，好好玩啊！那、啊、你自己不玩？有点想，我想玩沙画，就买5个沙画。那你不能弄脏，不然你会被我妈骂。不会，被热熔胶打的就是你。你有要选图案吗？就那个就好了。有鱼耶、欸，鱼很可爱。对啊，看你想不想要。好看哎、欸，这鱼是飞在空中，这鱼在海里。我们在浪费这个时间去选这个。我是算了，683哎，除以二，340。你那个蜡笔拿出来啊！可是那个很可爱，小小的。服务好，谢谢。抵用券哎、欸。Oh yeah。下次还要带小孩。热熔胶条，来来来。开扁，开扁。准备喽，帕帕亚姐姐一出生就应该会有人过来了。妈，嗨，哎、欸，对，他是不是都被敲晕了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应该在打电动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小男生的鞋。他们很喜欢蜘蛛人，这应该是打的装的，小朋友的。好，走啦。反正如果吵就开扁了。荧幕关起来扁。嗨，你要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哎，你是咸蛋超人哎、欸。你要喜欢奥特曼的。我知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阿瑞。阿瑞。瑞了。瑞。阿瑞。那你是什么名字？你的称号陈学。那你有绰号吗？没有。好，那下一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好痛啊！你们比爱心小手还用力。那你的名字呢？恩恩恩恩会怕痒吗？那你都叫哥哥什么啊？哥哥陈学很难念。狗屎！狗屎！要打架要打架了！天哪，好恐怖！敢叫狗屎？这跟我妹完全不一样。很爱骂脏话。今天，而且他是脏话大王，他真的谁？他
那今天要被那你今天要被我扁了。哎、欸，你今天骂一次脏话就要罚十块，就要被我打一个屁股。妈妈，走吧，走。那、啊、我们等一下带他去吃饭，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我们要帮他到什么程度？尿尿哦，我们待在门外面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就好，很好。对啊，不要不要，会自己。然后老大会看着老二，我有交代他了，他会听话。对，哥哥比较稳重，好啊，弟弟比较爱生气，啊，你们要顾着小的。那你给他们三个一到十分皮的几分？那飞机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女生？天使。欸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欸，我很安静哎。男生一定是比较皮啊。对。哦，尤其三个在一起，不是好恐怖？他刚刚飞下来啊！握手。在家里都在这边。耶，yeah ，好乖啊！你怎么那么棒啊？他好可爱，我刚叫他握手，在跟我握手，跟狗狗一样。那你叫他过来跟你握手，就没弟弟了。生小孩，你自己也最喜欢他，好可爱，感情极深。他会吵架，啊，坐电梯会怕，要倒着。好，来，上厕所尿尿。现在游戏都弄完了没？尿尿了，不尿尿吗？你们要不要先上厕所？我们等一下要走十分钟哦。我有个人回来捡游戏。好，这个是 Cookie， 然后恩恩，比我还要重，瑞瑞，比我还要重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他们全身都拍一下？就是他们出去前有什么伤口都先拍，先记录。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木瓜姐姐。哎，记得住啊！谁是樱桃？你完全没办法。好，樱桃赞。那木瓜呢？耶，好棒啊！好了，可以出门了。怎么了？哦，你要抱抱？哦，的心脏暴击啊！你好可爱呀！哇，你单手哦？对啊，好猛哦！那要不要给你抱？来，来，公主抱。你不要抱，你不要抱，你不要抱，你不要紧张。I'm so sorry。没有人这样抱小孩的啦。大怒神，没有人这样抱小孩的啦。你是一个，你在深蹲对不对？好玩吗？好轻哦，瑞瑞你好轻哦，啊，好可爱，他真的很可爱，他很会，他很会当小孩。好，我牵他，好，然后你牵两个小的，好，来，我不用牵，好，那我们，哎，那小朋友，哎，两个都不牵我，他们说他们是大人，他不想碰到你的手，哎，你看大人忘记关门，小朋友帮忙关。谢谢我现在国语、生语都写完了。你们有美劳作业吗？没有，欸，没有美劳。哎，欸，你们食量大不大啊？哎，啊，你们一人吃一碗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们确定哦？不行，我们没有男生们帮你们把剩下的吃。我们我的可以。我们三个都是男子汉啊，会不会唱歌？男子汉。啦啦啦啦啦！你们看过《花木兰》吗？烂，而且我家里 Switch 还有马里奥赛车。我马里奥赛车很猛的哦。谁那个香蕉皮克攻击？全部都没的话，就会这他那个气球就会重新开始，他最多整。啊，来跟好我，瑞瑞瑞瑞，去找樱桃姐姐。来，喝水哇！哎，欸，哥哥杯很重哎，欸，你们的水壶是你们自己挑的吗？对呀，啊，好可爱哦，喔！你喜欢绿色哦，喔？嗯，欸，他喜欢白色。对啊，你喜欢黑白哦，喔？我都是白。好沉稳哦，喔，好可爱。对啊，就是蜘蛛人，超级英雄，对不对？你说你们柳橙汁要一起一杯，还是一个人一杯？一个人一杯。啊，浓汤要吗？你们要喝？要。这最好要吃得完哦，喔。啊！啊！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。刚刚说什么？打打打！哎，欸，太大声了！我刚刚说来，谁最不乖谁，我就把他谁都拍下来，然后传给你 Monster 看 ，Monster 是谁？
爸是爸爸。他会打人吗？会啊，会拿棍。还有皮带。这不能说。你是不是想要尿尿？你有包尿布对不对？你没有包尿布，我摸摸看。有，我妈说还有。哦，那就好了，那就让他站着。真的就是这样。就让他站着，他等一下就解决。你不要一直看人家尿尿。我妈说，我想上的时候，他会自己上。对，他就这样子。是想跟着妈自己？没有，他就这样自己。你给他一些上厕所的空间的。我很担心，我很担心，我要在那边脱尿。他怎么都没在吃嘴嘴了？没有在吃了。以前有在吃吗？那你们小时候也在吃。你们讲的好像在吃槟榔的感觉。有什么好凶的啊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小时候也有吃嘴嘴啊。我也有吃很多嘴嘴哦。包尿布。好可爱啊！你的烂笑。好俊的笑脸就可以捧场，难怪你爸会上瘾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们两个输了。放上来，好放好 ，OK。你们知道这个游戏要怎么样吗？要躲。对，他说三二一，你们才能躲。他可是他三二一，他就会打下来哦。如果二，你们躲，那你们也输。二一三。你好会变。来，快点放回来，放回来。三，真的哦。二。真的，最后一次，我快点，连我。这次真的认真。啊！打到你了！而且我在他的点，在他下面。好逊，好逊啊！要不要再一次？好，剪刀，你不玩了，他生气了。没有赢不完。谁叫你那边阿姨那边弄那么久？哇，帅到不行！你喝的星巴克都不对啊！他也要喝。好帅啊！好帅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最酷，对不对？我被他捧死了。小热狗跟你们一样，全部都是小不点。你要吃吗？啊！这个是啥？哦，龟壳吧。你看我是超想吃，那你要给我吃一个吗？啊！没了，零个小热狗，好悠闲的，这样一天真的就过了，超级杀时间的，我做哎，哇、哦，累死了，可能都破音破的更严，一定会，他可能一个在钻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哇，这个也超级好吃吗？还不错，先这样吃，先这样好，有点蛮烫，你要喂它吗？小热狗，它可以吃吗？它会自己吃吗？不是，它会卡豆哎。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哇，好、哦、太烫了，我觉得你喂它好了。你不应该剥夺它自己吃的权利。那应该把面弄，就是弄碎。那真是个好方法。对啊，对啊。你要不要我干脆喂它算了？它会自己吃就拉倒，这是过渡期。我们不是明天就要还给他爸了吗？练习增加潜力，对，我们不图方便。好口碑育儿出现分歧了。我会再看，他会自己吃，瑞瑞会自己吃饭。好吧，然后剩下来就是我们两个的课题了。好多，你们都说的跟吃的不一样。难怪爸爸妈妈都会变胖。那这些要不要吃光光？火腿不见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妈妈吃不下吗？妈妈想说，等一下帮她吃那个有一点淡的，不要浪费。比较有味道。今天我们只要说我们行不行，你们就要回绝对没问题。好，那现在开始试一遍喽，我们来吃饭喽。我们行不行？绝对没问题。你只有头点，你声音没有出来。好吧，吃饭了，等一下去公园玩好不好？我们玩那个新玩具。你们跑得快吗？你们跟得上他的速度吗？不要，我会累。我才累，我要揍扁你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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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贴上去，看你可以。好，对，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以为要一片一片贴。也可以一片，其实应该一片一片。但是我还可以再找。可以啊，你们一人可以找五颗。再拿一个棕色。你们只是在砸蛋的。对，他们只是在砸蛋。好了，砸蛋也好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哇，你现在很勇敢。
看，你是好客哎、欸，他在做研磨的事情。对对啊，你看他打好戏，今年在纸上。一团混乱。他们刚说下午还有课吗？他们觉得很好玩。真的吗？谁刚刚还想玩平板呢、啊？哦，明明就觉得很好玩。他说炸弹很好玩。我炸！哇，你的很可爱耶，是太阳耶。那你哇，你的很漂亮耶，你的是抽象画。其实也蛮有艺术天分。抽象画。真的，他心中好多压力。真的。这是一个人，他自己的自画像。他有粘在上面吗？我没有，那是贴。他只是刚好在那里。你蓝色窗帘了。刚刚好焦虑的飞机，木瓜姐姐。木瓜姐姐，不然被木瓜妈妈骂。你们的沙发几乎没在坐哎、欸，耶、yeah. ！但他就也不想让他躺，但他守护这一个风景区。哎，这样啊，打卡地点不可以碰哦。刚刚很紧张，但好像还是有一点绿色，要不要？对对，那边要用那个丝网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很好用。草莓，你看雪日做的草莓有够敷衍，我看一下你的草莓多好吃。我根本连剪刀都懒得拿，一样折的哦。对啊，发现哎、欸，我就随便撕一角，撕的，然后没想到居然连心脏也是要折的。哎、欸，我才知道你妈不是说姨母，她是说姨妈啦。姨妈、哦，对啊，阿姨加阿妈，姨妈，那你妈很认知自己的辈分哎、欸，这样是不是等于你就是阿姨啊？她其实就知道你是阿姨。谢了哦。平板手做的？不是，这是阿瑞的。啊？所以你要怎么开那个平板？对啊，弄脸。他在喝多。他在喝多。他这样可以吗？看你得到吗？哇！生气不完了啦。他把他整个贴在脸上。对啊，他就在喝多多啊。你等他喝完，你再扫嘛。他在忙啊。真的可以。真的可以。解锁了，笑。好累哦，我真的觉得好累，我体力透支。喝水我就觉得很甜美，我也是透支，我好想睡午觉。我也想睡午觉。上次玩粘土木瓜可是输樱桃姐姐的哦。我有赢啊！哎、欸，你这个很有艺术性，哇，你在穿像马蒂斯一样哎、欸。他真的是我刚刚在想马蒂斯。介绍一下你的作品，这是帕帕亚吗？这是木瓜姐姐吗？爸爸怎么长这样？啊、是我，因为你比较大只啊，你我的坏改只啊。他说你比樱桃姐跟他这么做，你做的很大。木瓜姐姐也太大只了，我在你眼中那么大吗？很壮。眼镜时间，今天的特制料理是什么？好学生特制真的。哎、欸，请问那个木瓜姐姐是什么时候抽空去做的？时候，我看这个那么漂亮，我有去热啊，应该是热了它。木瓜妈妈做的，木瓜妈妈做的，木瓜姐姐去把它热热的。吹吹，不要忍耐啦，吹吹，好吃吗？哎、欸，先坐着，不能跑来跑去。吹吹，这样就好，直接吃就好了，因为它没有烫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好好吃哦！真的吗？有特别鲜美哦。有，果然是加了老鞋，真的赞哎！而且还可以恢复体力。哎、欸，你们等一下就可以再去公园。因为你的虾有两个。怎么了？你还想要吗？一个。哇，你挺光哎、欸！你还要？哎、欸，他这个比他觉得意大利面还要好吃。对，意大利面他只吃一碗哎、欸。好可爱啊！他真的喜欢。那你们明天会想我们吗？等一下就要拜拜了、欸。对啊 ，QQ， 我谁敢跟？我也想你们，好口碑，好口碑。我们一我现在真紧张，我很怕被发现，被发现就会很大声。哎呀，弄的，弄的沙发，弄的沙发。